还有卡出屎了。等我好搞不对了，因为手没事。我错了，爸爸。我错了，爸爸。原谅我。可以再给你们浪一会儿，看给你们直播，看他们跟别人拍手。多么残忍的事情。爸爸，我错了。如果旁边有负荆请罪，提醒他们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东西收了吧。好，先把东西收了。然后也麻烦现在没有在位置上的，都一定要回到位置上，不然现场会很乱，好吗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他们现在在放行的过程，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A1 区。一定会好奇说我的神秘小礼物呢，这时候等一下你们拍完照来，我右手边这位帅哥会给你们，好吗？好，对，就是下来之后，因为你们的部分比较特地，所以我会再帮你们就是这边发的。等一下，然后其他没有中奖的有没有？然后中那张签名的，还可以签名自画像的，还有礼物的，没有人申请。麻烦出场的时候在四楼，在舞台改到四楼去，把这解下来吧。那边你拿你的票根来跟他领。我是小宝，干啥？爸爸连线，老子面子不要的，你给我一段两段又三段浪一下，然后你给我浪没有了。这是之后的那个大哥，这里的信号已经是真的是。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你们先听。我错了，负荆请罪。你们先听。好，最后。没事没事。我希望你们借我你们的双手，送给我们的。对的，对，他很用心的来帮你们做工作，对，他刚刚一直哭，刚刚我都快哭了，对，他很辛苦，好不好？爸爸都很棒，但是他真的很辛苦。好，妈耶！我等下怎么拍照？我现在热的跟个鬼一样，等会帅哥就会拍出来吧，顺便把这还给他吗？我想充电。我想一想啊。A3 区我想到了、A3 区的海报跟 A2 区的海报，你先发，等一下你要给我用一下，我因为我也没多少，你给我后再给我充，等会给我充一下。他出去的时候会凭票根给你一张，他26就没有再上去过了，是你的票根，可以了，你先充。海报他们只在港口的。他们应该是在后台换衣服，然后等一下开水。不能在台上拿相机拍照，然后想要送礼物的，早上没送的，不能现场送，要交给我们工作人员。对 ，OK。这个大哥说话。我说他们应该在后台换衣服，刚才有人问他们人呢。不能带相机上去，不能带相机，我带手机拍。相机上去拍照。那我不能带手机上去，我不知道。你带手机应该可以，他只是不让你举单反。我那个等一会儿，我等一会儿拍到 A3 A2 我可能就要断了，因为我手机也没多少电，我就剩26了。哎，你们今天晚上涨了一，今天晚上有证吗？今天晚上。等一下会在另外跟他们讲解。等一下。A4 跟 A3 你说什么？随便。我说今晚有事吗？今晚去吃宵夜啊。行，那个什么，今晚让阿姐开语音，那个对，可以开语音，开语音，然后你们上吧。对，可以开语音。然后反正他们现在也没来，我们那个我们大概。你们的礼物呢？刚刚在前面进场的时候已经六大袋了，他们再继续收会被海关扣押一个。不好意思啊。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不能送吗？就是没办法再收了。啊！对，所以不要再给礼物了，也不能给工作人员。怎么进场还要给礼物啊？我靠！那你的我帮你带去天津了，可以啊。那我帮你带去。去买我围巾啊。刚刚那个评论说了两个什么？会有录播吗？被和谐了。等一下哦。天津啊？哎，台湾应该是哦，不是台湾，台湾是会被和谐。台湾不知道。台湾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台湾那边主办不是那个饭泰了，可能不会有录播了。你得看主办那边有没有录播。他说什么？他出来拍手了。他
现在两个。礼物的话是之前没给的，不可以再给了，因为有那个超额了，行李超额了，他们海关可能过不去，所以没给的不能再给了。妈耶，跌出来了，跌出来了，我要拍照了，又拍照，哦，拍，我好累，把这剩下的都用掉。啊，老师最后一个，哎，那他们签名等一下去摆桌子上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想管了。哎呀，他们拿手机的是吗？我们今天的直播会留回放的，你要是之前没看到的，没有事，我们会留回放的，只不过会留了三个段的回放。不要强调段的回放，就回放。好了，结束了。我实在是不想再挤了，我想拍。行，那就断了吧，你们拍吧，到这差不多了。没事，差不多。我大概拍了，我拍了不知道多少张。我这次好了，我这次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才连拍的，中间是跳着拍的。我操，连拍你是想我死，弟弟？连拍是想我死？拍不一定能什么嘞。不一定读得了这么多，别担心，到后面全都是连拍。行，哦，感觉很快，很快的话，等一会儿我们可能过几分钟我就先断了。那你们完事儿之后，就是收拾完之后再说吧。等今天晚上我让阿姐开直播，然后再换你们。嗯。然后你俩看看。好。连麦聊一聊。OK。事后感，聊一聊事后。这个是 A2， 这是 A2 到 A4， 没有签名，只有A4 只有那个拍手，所以会快。但是等一下，我们这个两个小姐姐，我们这几个小姐姐也不能带大家上台云签名了，因为不太好办啊，所以大家多见谅，大家多见谅。不好意思，而且这一场我们是没让小姐姐带三脚架的，然后前面是举着自拍杆，后来跟人家旁边人借了三脚架，所以也挺辛苦的，抛出一切，那个给我们两个，给我们几个小姐姐打打 call 吧，这都挺累的，然后中间还各种断，还各种断给我。爱我你怕了吗？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了。我也觉得。谁爱不爱你？你爱我。我他妈的超爱你们。好，止了，可以了，不用不用四爹的爱了。是四爹是谁？四爹是谁？是我吧。爸爸超爱你们。手机相机都要收起来哦，麻烦一下。妈的手机也不行，就摆在这边拍我们。妈耶！别了吧，这么刺激啊！好歹留个纪念。不对，我们到后面也会有合影啊。妈耶！你要不要拍着我？突然好紧张。语音直播的话，看一看今天晚上差不多9点钟吧，因为你等一下这边差不多现在7点半，差不多收拾完要8点半钟，然后他们自己收拾，差不多都得9点多，然后他们吃宵夜的时候，我们差不多9点钟这边开始语音直播吧。我们尽量快一点。你是想大家边听我们吃边直播吗？一定可以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一定要开视频。我们家的看我吃，对，我们家的直播就是一边吃一边播，这是我们的常态。然后然后前面要是没什么可看的话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这个镜头吧。然后我现在拍的这个是我们新做的那个易拉宝，在今天会给大家放出来看的。来，朋友们，切换镜头看看我，给大家看一下新的两个易拉宝。哦，好，我俩在天津放这两个易拉宝，一红一绿。然后大家应该在天津，然后我们这两个易拉宝也会带到那个泰国厂去的，就是为了他过生日做的，重新设计了这两个易拉宝，会带到泰国 FM 去的。没有拍到我带的那个，我爱 PD。好 ，OK。
谢谢小金，小金台阶。FM 结束，现在就是拍手环节了。现在就是拍手，然后欢迎的欢迎。有啊，12月24号不是有那个 Daddy Fan Meet 吗？他们俩的生日会吗？然后会带到那边去来的。Daddy 的生日 party。因为现在这个是 A4 只有拍手。如果真的忘记拿，我们这里应该会留到十点前。来了，你们还可以回来找。啊、没卡。师傅，你要给我充电了。好的。失物招领到十点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过几分钟他们再走一批，我可能就要关了，因为他们走太快了。好，阿杰你去吧，一会儿直播喊你过来开直播。行，我要跟老师手握手。大家回家路上。你们俩一定要克服本命魔咒。我上一次就是跟他面对面的时候，我都忘了我有没有跟他握手了，就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他现在第一个，他现在是第一个排上去，第一个就排。马麦皮哟，马麦皮哟，我上一次是最后一个。我晚上跟你讲吧。讲。再不行，我们等下拍照的时候还可以。等会儿再说吧，那个拍照他10个人一起，再等会儿再说。我靠，走好快，那我先退了。好了，退吧，退吧，退吧，好了，挂了吧，退了。亲爱的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有缘的再见，小心哦，拜拜。夕阳。昨天拿的什么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范例。这个怎么办？我也没有机会，这个相机单上就是一个决定。